大家晚安，我是魔王无界。我的频道终于满一万订阅了，代表目前有一万个魔族子民。趁这个机会，我也推出了频道会员的机制，也就是创建魔王城。如果大家想支持我的频道，可以透过加入魔王城的方式来给我支持。一般人可能小时候都会想要当勇者，但我比较不一样，我想要当魔王哦。难得有这个机会，我要在这个频道当个大魔王啦。所以加入我这个频道会员，就等于是加入魔王军团到魔王城工作。加入魔王军有三个方案。第一个方案，你可以从魔王军的底层开始做起，月缴75元，当个魔王军团的杂鱼兵。工作内容呢，大概就是遇到勇者攻过来，杂鱼兵你们就会被先派到前面去帮大家挡一下。加入魔王军杂鱼兵的好处，可以使用我设定的表情符号，还可以观看魔王军专属的实况影片，也就是有一些可能比较会有版权问题的实况影片，像是 Just Dance 或者是 Joy Sound 之类的，就只有加入魔王军才能看了。第二个方案就是月缴150来当魔王军的干部。魔王军干部的工作内容大概就是每一集结尾时出现呛声一下勇者，台词大概就是你给我记住，我们还会再来的之类的。当魔王军干部的好处，除了杂鱼兵有的福利，干部也都有。再来就是干部试用期满6个月后，魔王就会颁发员工制服给干部。第三个方案是月缴300块直接来当魔王军的4天王，因为我觉得有点贵，所以应该顶多只有4个人会报名。但如果不小心超过4个人的话，就只好说4天王超过4个人不是常事吗？来自己吐槽了。4天王也可以拥有干部的所有福利，比较不同的是，试用期满3个月后，魔王就会颁发制服给4天王了。如果4天王哪天不小心又继续增生，也许会再改名为魔王12宫，还是魔王36校之类的，这不好说。而不管你要应征魔王城的哪个工作，只要加入都可以获得频道徽章，总共有6个形态的小熊猫徽章。加入时间越长，小熊猫的装备也会越来越豪华，越早加入可以及早累积进化形态哦。不过希望大家有余力再来加入魔王军，小朋友也不要为了当4天王就偷刷家人的卡哦。除此之外，魔王城里面会不定期举办一些线上线下活动，希望能跟大家一起同乐。从现在开始就加入我们魔族吧。